国产五菱宏光号称豪车杀手，豪车见了五菱宏光，如果确定自己比较结实，那就大胆勇敢的开吧。可是最近有一辆没有五菱宏光的实力却被豪车撞了的车，这辆车也不差，本田飞度。撞上本田飞度的车可是豪车中的豪车，价值300万元的法拉利。高速上300万元法拉利撞到本田飞度，这场景美得不敢想象。本田飞度尾部整个被撞裂，后备箱被撞开凹了进去。法拉利还真不愧是豪车，仅仅是车头被撞碎完全变了形，其他都还好。看到这一幕心生凉气，一直传言日系车为了降低成本，在用料上也是能有多省就多省，不管它是不是安全，只要车辆能检验合格出厂就好。但事实上日本车皮薄只是为了省油，并不像大家说的那样，所以安全性也还是不错的。法拉利就更不用说了，当然法拉利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耐撞，不过高速上这么快的速度，车辆损毁程度要远远小于一般车，好歹也对得起它的牌子了。但是奇迹发生在法拉利车主身上，这位女司机一下车，旁观者全部傻眼了。这位女司机风姿卓越，温婉多姿，一头秀发配以白皙的皮肤，美呆了众人。不过交警并没有被女司机的外貌所迷惑，他一眼就看到了女司机身上不一样的地方，她的鞋，她竟然穿了一双尖尖的高跟鞋。高跟鞋，难道考驾照理论考试时候不知道高跟鞋在驾驶机动车辆时是禁止穿的吗？拖鞋也是不允许穿的。此情此景，这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还用多说吗？